盛夏的时候，现在还没开始纹身呢。开始纹身的时候会瘦到一般的11点左右开始纹身。我不知道那个，因为我去年夏天直播没在上海，我不知道今年夏天的时候，就开播之前关了空调，这点东西能不能撑过整个直播时间呢？空调声音太大，肯定是不能开的。
think.
试过拿手喷水枪去戳那个，去戳那个，就是我跟你们讲，不要作死。我能活到现在，纯粹是头铁。你们如果头没有那么铁的话，尽量不要去做这种操作。我还用手指去碰过那个烧红了的煤炭。
么事吗？我还因为好奇吃过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啊，不，那时候在小学两三年级的时候吧，有一次吃了一个蛇胆，然后他们跟我说直接吞下去，不要咬。
妈咪都知道的。特别是妈咪，妈咪我在哪里我了很久，然后肚子这一块暖暖烫烫的时候，你把它拎起来往它肚子上吸一下，我现在喜欢这个味道。羡慕吧。Thank you.
上传。